不用这么近的，不用这么近的，不用这么近的，长的这是个钓竿，其实他几个让我放下面，他声音不好呀。我们在专访室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紧急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平时的录制节目是怎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也是一个直播节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后台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收小蜜蜂呀，你不要收小蜜蜂。哎，现在李明浩已经坐下来了，他在跟主持人进行一个熟悉的过程。哎，雅静说他是第二次见到李明浩了。现在现场呢，李明浩马上要进行一个采访了，我也会向大家在第一时间的把李明浩的一些回答给传达出来，希望粉丝们呢能够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当然呢，我们等下也会抓住机会和李明浩进行一个沟通，把大家的一些喜爱之情呢传达给李明浩。那我现在也会通过我的手机上官方的一个新上传媒的微博来搜索大家的一个祝福。手机全都关一下，谢谢。谢谢，麻烦手机关一下。这么好的台子，哎呀，这么好的台啊！你的困起多了，坐下哟。啊，就坐好等啊，坐这里边。因为这个环境比较潮湿的哈。来，准备上台。好，上台，安静，手机。用手温度上。谢谢。尽量一致。你到，再聊一 ，OK。好。어느순간부터사실세미를포기했는데최소8번은넘는것같아요因为某一次开始已经放弃数了，因为好像来了很多次，对，至少有8-9次了吧。哇，来中国那么多次了，去到中国很多地方，那最喜欢中国哪个城市呢？中国에그런많은곳이라고들었는데가장좋아하시는곳은어딘가요아무래도뭔가북적북적한북경상해네경상해가개인적으로는가장좋은것같고그리고또지방마다너무나느낌들이많이달랐던것같아요그래서그런데를다니면서계속한국음식과많이좀비슷한것같고그리고또제가살아온환경이너무나달랐고그리고인류라는사람은굉장히착한사람이었고인류라는사람은굉장히나쁜사람이었는데나쁘다기보다는그냥주변사람들한테그렇게사람환경때문에하는행동들이사실은제가실생활에서는하지못했던행동들이기때문에그런것들을조금익히는데시간이걸렸던것같아요首先应该来说是居心表和那个我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我本人是非常善良的，居心表是稍微坏坏的，但也不能说是他是坏的，他只是有点霸道而已，他的那个不太会表达而已。然后因为是毕竟不太了解这个人到底想什么，所以可能入戏之前还是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他这个人。那自己会用什么方式去揣测或者说去揣摩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特征呢？보통어떤방식으로캐릭터성격이나특징들을분석하시는지요일단대본을처음읽었을때가장떠오르는점들이있는것같아요대본을딱봤을때이캐릭터의가장드러나는성격그것을중점적으로좀파악을하려고하는편이고그리고이제그거에맞춰서계속해서그인물이라면어떻게생각을할까를계속고민하는것같아요首先是第一次
看翻到那个剧本的话，会看得到这个人的特点什么的，还有了解之后会想这个人会是以什么样的性格来想这一些事情啊什么的，会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特点和性格之后，才会慢慢的开始来分析。嗯，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入戏太深，平时呢在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而遭朋友嫌弃，有这样的情况？그게몰입하느라고친구들에게그러면좀몰입을받으셨다는소리도있던데 네, 네어떻게떠나가시던가요어몰입까지는안받았고요제가사실친구들한테이제좀못되게한두세달정도행동을했어요하고싶은대로그랬더니어친구들이작품끝나면저를죽여버리겠다고했는데 작품이굉장히성공해서어다이제자기들덕분이라며 네, 그런 우스갯소리를했던것같아요也不能说是被嫌弃了，因为其实是在演戏的时候我比较太投入了，所以可能对他们会那个更坏一点点，然后他们说好我等你杀青，等你杀青之后我们就杀掉你，结果这戏太红了，结果他们都说啊你这戏红了全部都是靠我们的那既然这个角色有时候要非常之狠，哎，能够还原一下就是其实在入戏很深的时候他自己会在加入一些特别的这种段子，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他如果说要很生气呀、啊，或者要发火，或者讲一句台词之类的，这个语气或感觉能够重现一下。그러면혹시그게머리파일때뭐평소와다른화를내거나그런것을한번만보여주실수있으신지화를내라고요아니요아니요나는평소와는感觉反差很大，我想了解一下지금의이모습하고는너무달라서상상하기가힘들대요하나보여달라고요 그러면은꽃보다남자에서 나就花样男子中的금지한테가이제제구두에아이스크림을이렇게한게있어요金草就金丝草把那个冰淇淋扔在我鞋子上的时候그래서제가이렇게있어요那个时候我说的一句话잘했다鞋吗？是我的鞋他是那种就是很冷酷，但是会觉得眼神里面有种杀气的。他这种眼神是怎么去锻炼的？我想了解一下。항상보시면눈에서눈빛이예사롭지않으세요그뭐예사롭지않은눈빛은어떻게예사롭지않은게어떤뜻이에요 예사롭지않은게어떤뜻이에요你觉得那个眼神是怎么样的呢？杀气就是居高临下的那种感觉。되게좀아무리는이고좀사람들한테퍼져있는그런느낌이셨는데눈빛이요 、네、아니극중에서 、네、아사실그초반에는조금막불편한면도있었던것같아요그렇게이제누구들하는행동들이하고나면상대배우에게미안한감정도들고했었는데계속해서이제독해지려고마음먹었고그리고현장에서도착하는순간부터는이곳에있는모든사람들은내밑에있는사람이다라고생각을시켰던거죠首先是就是入戏的时候会想到我是最棒的最最高临下的一个人然后一到现场会感觉入戏之后是把这边现场的所有人当他们是我的下手这种感觉当然随后还有一部这个韩剧非常之火叫做城市猎人也让您放这个事业达到了高峰了据说呢这部剧拍摄起来好像要经过很多专业的培训是这样的吗城市猎人就是说他的一些动作或者说是他的一些那种그리고여성신경제가돌풍을일으키면서아시아에서많은인기를얻었어요그래서예찬신이나하영신이있는데그때훈련을한번잘했어일단액션스쿨이라는곳이한국에있는데그곳에가서3개월정도네액션훈련을했어요有个专门的武术学校为那边去做培训过但就是那些很多打斗的场面还有这种可能一些持枪之类的这个有培训过사격신같은것도있는데춤을잡는것까지다문화체육이었
총 잡는 것부터 해서 싫다는 사격장도 있거든요. 거기서 가서 진짜 총도 쏴보고 그런 모든 것들, 이제 그쪽에서 나올 수 있는 모든 것들을 한 3개월 정도 包括打斗，还有持枪，还有他打枪的那个也都在学过。而且我们知道，好像都在拍这部戏的时候，他特别辛苦，是一边打这个比赛，一边拍戏，但是状态仍然表现得非常好，是这样吗？没做到。 컨디션이 안 좋으셔서 6일 포함을 하셨다고 들었어요. 근데 나오시는 걸 보면 화면에서는 그런 걸 볼 수가 없었는데 어떻게 컨디션이 좋으셨나요? 일단 틈이 날 때마다 계속해서 조금이라도 뭐 5분 10분 단위로라도 계속해서 조금 잠을 자려고 했고 그리고 신기하게도 슛 하는 순간에 정신이 잠깐 멀쩡해졌다가 컷하는 순간에 또 이렇게 힘들어지고 그런 것 같아요. 就是觉得一有时间的话，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我尽快会睡觉。然后每次觉得很奇怪，导演一喊，就是开拍的话，觉得会状态很好，一喊咔就觉得哦，又不行了。